抗癌一点通癌症治疗篇下。上集提到癌症辅助治疗，今集不如讲下唔同嘅药物治疗啦。好啊，一般人最熟悉嘅就系化疗啦。佢嘅原理系利用化学物质攻击同埋杀死快速生长嘅细胞，但系化疗属于全身治疗，杀死癌细胞之余，健康细胞例如话毛囊细胞同埋肠黏膜嘅细胞都会受到影响噶。所以化疗会产生甩头发同作呕等副作用，咁荷尔蒙治疗呢？荷尔蒙会刺激部分癌细胞的生长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荷尔蒙治疗，减少身体制造荷尔蒙，或者阻碍癌细胞和荷尔蒙结合，抑制癌细胞的生长。不过荷尔蒙治疗只是适用于检测证实对荷尔蒙敏感的癌症，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用的。除了荷尔蒙治疗，还有另一种最常听到的是标靶治疗。冇錯，癌細胞通常都有基因變異，可以令到佢生長得快之餘咧，亦都可以令佢存活更加長嘅時間。標靶治療就係利用癌細胞呢個特質，可以精準同埋針對性咁攻擊癌細胞。標靶治療同樣唔係適合所有病人㗎，同荷爾蒙治療一樣，醫生先會做檢測，睇下癌細胞有冇基因變異，從而判斷有冇適合嘅標靶治療。其实除了这些单一分子的治疗，还有一种药物叫做抗体脂物结合物，简称 ADC。 是啊， ADC 是一种将标靶和化疗药物二合为一的单一药物，它可以结合到标靶药追踪的效果和化疗药杀死癌细胞的效果，好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地打击癌细胞，令到化疗药有追踪的能力，在癌細胞裏面可以集中地釋放，消滅癌細胞之餘還可以減低化療藥對身體其他健康細胞的影響。除了 ADC， 免疫治療都是有效的癌症治療。跟前面提到的其他治療方法不同，免疫治療的原理是加強病人免疫系統，令免疫系統更容易找到和消滅癌細胞。了解完咁多治疗方法，其实平时仲有听到医生讲第一、二、三线等等嘅治疗方案，好多病人都会以为第几线系形容治疗效果嘅强弱，一线药会比三线药好，而后线嘅药物就系一啲次等药物。呢个系常见嘅谬误嚟噶，其实第几线嘅治疗系形容紧药物治疗嘅先后次序，同治疗效果咧系冇直接嘅关系。例如說晚期癌症的病人確診了癌症之後，他第一種用的藥物治療就叫第一線的治療，當這種藥物無效，又或者腫瘤變大，或者是腫瘤來說有新的擴散，或者病人不能夠承受到那種藥物的副作用，當用到下一種的藥物，即是第二種的藥物，我們就叫做第二線的治療了。如此類推，醫生會依照每位病人的病情和身體狀況制定治療方案的先後次序。啊，現在也多了不同的治療形式，好像除了靜脈注射，也出現了很多口服癌症藥物，病人可以在家自行服用，所以接受治療之前記得要多點跟醫生溝通，揀一種適合自己的治療方法。抗癌知識簡單學識。